服务员，买单。哥你好，你这桌消费一共149块。好，给你150，找您1块。一块别找了，当小费了。谢谢您啊。五号桌小费1块。哎哎哎哎，1块钱你涨什么涨啊？有药不起了。服务员与客人爆笑对话。自创。大哥，点菜单上的行吗？光子，你点四个不能行吗？你好，行，你好，那菜上齐了。耶，这服务员不赖。你有对象吗？大哥，你有想法吗？确实有想法。大哥，你有房吗？现在就这么现实吧，没房不能结婚吗？那男人都是雄性动物，你指着就是贱货，你不打我，我带下来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好美女，给我来碗炒面。炒面，嗯，请问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啥？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你说啥？你他妈聋了？我问你打包还是带走？不是咋的？你们饭店不让在这吃啊？有人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小哥哥、哎，怎么事？你行不行？我用蛇盔把火锅抓起来。不可能的，不信。不信哪里还不拿筷子？错了，再往这推一推吧。哎，服务员，您能订桌不？哥能订桌啊。都多少钱一桌呀？嗯，您订几桌啊？28桌吧。28桌，那每桌按照588元的标准，然后送您2瓶饮料，1箱啤酒。哥您看行不？行。那您订下个月几号？下月5号。下月5号，那您是红的还是白的呀？什么红的白的啊？还是丧事？不是老妹儿，你家跟阎王有亲戚啊？老妹儿，你家跟阎王有亲戚啊？出家丧事提前一个月一定啊？不定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服务员有病吧？哎，你好，怎么了？我冒昧的问一下啊，咱们这里有没有未餐服务？未餐服务？未餐服务就是喂我吃饭？没有。我长这么帅都没有未餐服？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没有。好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上套餐具？小姑娘，你要什么包？给我来一个肉包。哎，好嘞。小伙子，你呢？我也要一个肉包。刚他要肉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你也没问我。小姑娘，你不是也要一个肉包吧？不是。哦，那就好。怎么是冷的？服务员，怎么了？冷的，噎一下。噎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叫你噎一下。我噎了。我是叫你拿包子噎一下。哦。噎。不吃了，打包。好嘞。现在那个你别摸，那个挺贵的。多少钱呢？68000。好，给我包起来。先生，你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好吧，给他包起来。哎，你别摸，摸了我就不要了。服务员，结账。你好，先生，你都吃了啥？我吃啥你不知道吗？你是服务员，我是服务员。一点都不错嘞！还想不想要钱？赶紧结账。红烧茄子18。红烧猪蹄48。香辣大虾。微辣不要抽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，这都行啊，你牛啊！服务员，那个1200一斤。多少？200一斤。我是这么点玩的，200一斤。不是，那个咱们吧，有那个免费那个海鲜自助，还有那个酒水吧，都是免费的。我也没吃，我也没喝呀。你没吃没喝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没有提供呢。懂了，算你刚才亲我那一口啊！我
我给你转过去80块钱。我什么时候亲你？你等会儿来，我什么时候亲你？你亲没亲是你的事啊，我提供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帅哥帅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这汤是吧？出汗出汗，出来一下出来一下，平常要求熬汤标准熬，你这汤是怎么熬的？赶快出来一下。来了来了，我没问题啊，我就按照标准出的呀，我们这么熬这8小时呀，天都出成这个样子，你自己尝尝。哎，帅哥帅哥，要不我们帮你重新换一个好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酒喝多了吐里面了。哎，老板，我记得你这里可以送货上门吧？对啊，还包安装。包安装？流氓！嗯？哎呦我的妈！做服务员一定要有眼力见儿，知道吗？看到客人水杯里没水了，一定要去马上倒水，知道吧？啊，知道了，老板，去吧。你分手吧，渣男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几位？自己来的啊，用不着，这晚上两碗疙瘩汤就行了。就要一碗疙瘩汤是吗？对。啊，那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啥？打包还是带走？你说啥？你他妈聋啊！我问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你家不让在这吃啊？啊。服务员，过来。咋的了？不是你家这啥锅包肉啊？怎么样？我信息去外面捞完我叫来。没那个必要吧？咋的呢？你都咬不动，他能咬动吗？他都83了都。先生，米饭您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？那米饭还分软硬吗？对呀。那给我来一份软一点的吧。好嘞，6号桌客人要吃软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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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，您的软饭。老板娘。哎，你好。有雪碧吗？有呀。冰的有吗？当然有。你先给我来杯可乐吧。微信能支付吗？行，可以的。支付宝。哦，算了，我给现金吧，来。哎，你要吸管吗？要啊。没有。算了，我不买了，我不买了。服务员，来了哥，吃点什么？有鸡蛋呢？有。鸭蛋呢？有。鹅蛋？有。把鸡蛋、鸭蛋、鹅蛋炒一起，给我来一盘。鸡蛋、鸭蛋、鹅蛋炒一起。啊，知道了。2号桌来个混蛋。骂谁呢？不好意思哥，口误。哥，那你不要了，你再点点别的。哥，给我来个甲鱼，来两瓶啤酒。啊，2号桌这个混蛋不要了，又来个王八，来两瓶啤酒。哎呀妈呀，一句一句骂谁？你干啥呢？不吃了。没有哥，哥别点别点。吃了。2号桌这个王八走了，不要了。这饭上店早就叫你干黄了都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您一共消费260元。今晚所有在座的消费我买单。那可得7-8千啊。刷卡吧。大哥，我能顺便点俩菜吗？哎，我们公司聚餐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今天我请客，别给我抢啊。行。老板，那桌多少钱？一共消费500吧。我来个电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我来吧。老板，来给我拿瓶红酒。我接电话，一会儿回来。喂，总多少钱？红酒300，一共消费880。过去了。你看你怎么又让你埋单了？你下回我请啊，破费了你。走了，老板啊。这是啥朋友？哎，夫人，我东西落饭店了，你上车里等我啊！好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。老板，把我这酒退一下。你这刚买的酒为什么要退啊？刚买的酒怎么能就不给退啊？怎么你卖的是假酒啊？行吧，
吃完了。你退完了怎么没有通知啊？啊，原路返还。啊？啊，原路返还？你原路返还退的是全款，给刚才吃饭的500镑付一下，给刚才吃饭的500镑付一下。有人。啊！自嘲。大哥，你点菜单上的行吗？菜美女，我又来了。你到底要干啥？也没啥，我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白天鹅。你虽然不是白天鹅，但起码是个好白的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喜欢你，怎么了？别让喜欢成为别人的负担。别人都是贪图你的美色，只有我才是真心的。我是真心贪图你那一月2500块钱呢。哎呦！美女，我打听个事儿啊、哎，如果我真吃霸王餐的话，你们咋办呢？好办呢，后厨刷碗去呗。行，那你给我找套工作服吧。你这些菜，你真的得刷好几天的呀。没事儿，我想长期干的，就你们老板不招男的。那你是为啥呀？为了你呀。哎啊，美女，可以加你一个微信吗？为啥加我微信呢？啊，就是想跟你交个朋友，有事没事的帮你侃一聊啥的都行，主要想认识你一下。为啥认识我呀？因为我觉得咱俩挺了解的，你懂我的图谋不轨，我懂你的故作矜持。欢迎光临，你们好，请问你们几位？你下吗？啊，先你好，你看一下。不要你介绍，不要你介绍。姐，你这边是有什么事？给你说，不要介绍，不要介绍，我自己有眼睛，我会看。哎，美点，你们这个是麻辣？不要安慰我，我不知道。有人。哎呦我去！哎，你看你这人品。哥。我用手抓吃啊。你稍等一下。老板娘，怎么了？这个盆子多少钱？10块。都是老顾客，能不能优惠点？8块给你吧。好，给。收你10块哦。好。还有你2块。老板人真漂亮。祝你生意兴隆。雪花飘飘。服务员，那你好。这王八怎么烧的？给我换一个菜。5号这王八不吃啊！说什么呢？王八要吃啊！来个公鸡炖母鸡，鸡爪子炖鸡蛋。大米饭，那一人点菜，一人玩二十斤呗。你干啥你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？货人！你也是，点个菜玩什么手机啊？出去！吓我一跳！各位老板，请问你们开什么车？奔驰、宝马、玛莎拉蒂、兰博基尼、劳斯莱斯呀。法拉利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个楼下几台电动车被拖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杀呀！我的妈！你好，女士，你是要饭吗？这人说话咋让人听着这么别扭？要拉面吧？你是吃大份吗？大份，小份吧。好的。对了，那个加一元可以配可乐，您配吗？我配吗？我不配，我不配。好的，稍等。你好，女士。啊。刚拉的车上吃啊。你们这饭店怎么说话这样式？你这刚拉的，我这怎么能吃得下去我？对，不骗你，确实是刚拉的，热乎的。
我不吃，他们蒙古吃。哎，别捡，别浪费，捡，别走。一千块的香槟，你说开就开。400块一打的啤酒，你价都不讲一下。100多块一个狗啊，眼睛都不眨，照样上。我3块一斤的豆腐，够你吃饱全家，你还要跟我讲价，说2块5，你是人吗？你还是人吗？哎，那我不讲价了，给我拿一斤。拿2斤。两斤。哎呦我的妈！